我学习不长的事儿。不好呀！不好，不好，不好，不好！飞不？门子，门子，我直接吃了。门门门。门也吃了。弄个农民呗，完了黄干黄干干，凉了也不下气，凉了也不下气，一会儿正走了香了，滴滴，一滴滴咔到了一滴滴，那的，吃不了了，打了，打了。穷兵，穷兵嘛是，粮食在打，打了在交。点名字。这区。这鱼往红心捏了，你给白吃了。那鸡巴打的样子。你可别得意去。这要跑了。你咋冲明白？你咋不打是绝对没机会。啊，不打是没机会。看丢跑那鱼吃。都是想跑跑了，一旦跑那就吃。那不不跑跑了，他不跑了，他不跑跑了，他不跑跑了。还能让他动了，真让他动了。上去了，王老板。那俩羊不肯弄了啊！不弄了，我们多品种的。将军，哎，那不将军在不在？不要了他。哎呀，不是，主要提到他的事啊。你来表示了。不咬住了，你咬那咋用？他又没有，他又没有马，他压不住马，他马又不往这上，估计这做没啥用。啊，行，保准没啥意思。吃兵了，该，嗯，你吃兵了，该养了上了，上了吃了就上。把马吃了。二两三，多吃个十，多吃个十，多吃嘛，别吃了。冻了冰早都别吃了，这是什么玩意儿？赶紧吃！我现在上那个，嗯，那个那个，吃着吃着也是吃，是吧？吃着吃着那个上去上去吃，感冒嘛，吃萝卜。那不是直接往这上吗？你还能往哪吃呀？啊？山上，嗯，这车子往那上了，他故意给他吃了，他怕吃了上个撞了个死，撞个死，撞了个死，他妈上不来呀！你不把这些啥人能都先杀，直接给他拽了跑了，吃个死，吃个死，吃个死，先给他靠的，想丢死的这先往马上。哎呀，有没时间？把狗挖个干表得了。哎呀，吃了把马下来。吃个死鸟，配个死鸟。那个兵错了，调成兵了，我立即。他的马先不吃了，吃了两碗。
吃红油饼是啊，最爱吃的。他们那天换个回去，把瓶里带了，吃了几口的。你的妈妈呢？谁回来了？我哪回来？回到家，那个丫头来。那明明不搁的。来大声点。哎，搁那先生蛮好的，工作工作，小外小。哎呦，你这饼也不想吃啊？啊？谁想看呢？确实是倒个饼特别难。把饼都吃完，我想着还想着不想？想吃点油了，我这个原因都半天。饼吃完，马对了。哟呵，小伙儿发飙了。小子，你自己上忙就上了。上忙的一天，我上啊对局。哪上忙？我哪上忙？上忙的中间让你对局。一对局。反正上菜菜这你上班你不给钱的，他又能你把二饼蹬了都多少万斤？那不，那直接喝你说。啊，直接上班就多了。你要马家也得这个是，可不能这个。这也得你咋办？行了行了。哎，老钱，吃了这个，我这吃的有点快了我。有时间，还有七八分钟、八秒钟了。吃。这俩是鸡巴憨的，哎呀，人家说做成活马了。现在咱买三斤，前头的这边买三斤，是吧？现在这个变化，你跟他说的变化，比他强得多。哎呀，你做成啥变化了？你等两饼，他带一斤，你给他平均一种啊。你顶俩饼，他一讲你给对局一种是吧？别想对局，你三个香，想对局就对局了啊。三个混气比黑气优先呀。妈给你干到那儿，你还懂？我一直提醒他，还是喊着。再顶一锅。这个手指了一下。对局，哎，了错了，回来，回来再看看，确实来香的，你这家伙，红的还有俩柱的，哎，对，是过期的，俺家前几天我准备来，我一个柱，前几天我能订货了还。难表演，难也得难表演。进吧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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太棒了，讲一讲都是服了，这摆出来。看着疼了吗？看着刚不走多远。甭管想。等了等了。有有啊。之前也不去。刚才说还待会儿。你吃点啊，小伙儿，对局。那你吃点，不能非吃那不。更慌张，这都拿表演，你不能光拿着。看看这更慌乱的，那咋的？那兵都热了，你非想，我拿我那包了。哎呀，走了，鸡巴可开了。再等啊！一马换花。那多呀！又等个。哎呀！哎呀！来吧。
小马给三回去了吗？那个马不用了。不用马了。两千吧。嗯。啊，奖金，冲。想喝了，你想喝了，你都吃都得了病；不想喝的话，我操！拍了他一个苹果不来我领呢，我就给你收这儿，我拿过一个就好了，看我的马咋上来了啊？那抽抽。